嗨，台语话英语，今日来介绍几种的两种的植物吼、哦。第一个是芭乐，伫遮吼，我遮即马无芭乐掌，无芭乐，但是芭乐吼，芭乐掌呢 ，guava， G U A V A， guava， G U A V A， 好、哦，啊，过来玫瑰吼、哦，这是玫瑰吼、哦，玫瑰。哦，叫玫瑰花的哈、哦，玫瑰花，哦，玫瑰叫做 rose，R O S E，rose，rose， 啊，过来，来介绍这个啊，这个篱笆哈，叫篱笆有无？篱笆哈，这茶的篱笆，叫做 fence，F E N C E。Fence， 好、哦，这叫 fence， 好、哦，好，安今天介绍到这，感谢，再见。